近日，紫金矿业、江西铜业、铜陵有色、云南铜业先后公布了2018年度半年业绩报预告。紫金矿业以 25.23 亿元净利润排四大企业净利润之首，江铜、云铜、铜陵有色净利润之可仍不敌一家紫金矿业。紫金矿业为什么这么牛？一、业绩对比。在企业公布数据中，净利润降续排名依次是紫金矿业 25.23 亿，江西铜业预告 12.44 14.92 亿，铜陵有色预告 384.4 亿，云南铜业预告 2.2-2.8 亿。紫金矿业一家的净利润完外其他三家矿企净利润之和，四家企业净利润涨幅均在 50% 以上，预计涨幅最强劲的是云南铜业，有望超过 100%。 二、主营业务分析。一、紫金矿业资源优势明显，紫金矿业以黄金、铜、锌矿开发为主，适度延伸冶炼。过去几年里，紫金矿业通过并购及扩产的方式急速扩张基础资源量，进一步稳固了黄金行业龙头地位的同时，铜、锌产量也大幅增加，行业地位快速提升。对比其他三家企业，紫金矿业资源优势显而易见，铜陵有色相对较弱，江西铜业铜金属量市值 23.59 万元，四家铜行业上市公司中，江铜市值最低。二、资源自给水平紫金矿业最高。根据2017年各公司财选冶炼情况分析，从资源自给水平看，紫金矿业最高为 48.63% 左右，江西铜业次之为 15.25% 左右，铜陵有色最低仅为 3.7% 左右的水平，而全国铜金矿自给率为 21% 左右。铜价涨跌对于自给率高的企业影响最大，因此若铜价上涨，将为紫金矿业带来更大的收益。三、盈利能力，紫金仍是第一。目前江铜、铜陵有色、云南铜业暂未公布上半年营收业绩，但根据去年同期比较可以看出，紫金矿业的总资产净利率始终处于四家铜业公司前列，盈利能力可见一斑。紫金矿业在四家企业中为股东带来的回报最为丰厚。三、新增资源量对比。一、未来三年紫金矿业增量凸显，紫金矿业未来三年铜年产量呈明显扩张趋势，19年产量较16年产量翻番，主要有三大增量因素。新紫金山铜矿预计2018年开采量将达到8万吨，新科卢维奇铜矿达产后年产铜6万吨，未来最大的增长点来自于卡莫拉铜矿。目前卡库拉铜矿的超高品位矿体经过初步经济评说，首期建设600万吨每年，项目前五年平均年产量为 24.6 万吨铜，第四年铜产量可达 38.5 万吨。新多宝山铜矿上半年产铜 1.64 万吨，一期技改和二期扩建项目达产后，产能预计扩大至年产铜8万吨。此三大项目完成，预计公司矿产铜年产量将分别达到20万吨、24万吨和31万吨。2019年产量较2016年产量大翻番。二、江西铜业无新增量，截至2016年公司的资源储量为铜金属983万吨，联合其他公司所控制的资源，按短公司所占权益计算的金属资源储量约为铜443万吨。合计铜资源量1426万吨，目前暂无新增量。三、云南铜业。云南铜业旗下拥有公司目前权益铜矿储量在650万吨左右，其中大红山铜业和普朗铜矿产能在万吨以上，分别为 5.0 万吨每年和 2.256 万吨每年。中铝作为云铜集团最大股东，拥有秘鲁铜业的罗莫克铜矿的开发选择权，改矿年产铜金属规模可达约25万吨，该项目为云铜的资源优势再加一码。四、铜陵有色。铜陵有色在厄瓜多尔正在建设米拉多铜矿项目，一期工程铜金属量290万吨，
2018年预计将建成日处理矿16万吨每天的规模，年产约的10万吨矿产铜。四、未来展望。一、紫金矿业可持续发展增强。2017年以来，紫金矿业以找矿增储为重点，并取得了可观的找矿成果，可持续发展优势进一步增强。2017年紫金矿业的勘投入 2.26 亿元，新增资源储量按权益金 59.2 吨，铜 170.7 万吨，铅锌 21.89 万吨。另外，宁、钨、钴等金属储量也有所增加，其中境外找矿成果显著，卡穆拉卡库拉矿短持续增储，国内找矿亦取得重大突破，山西白石一新寨一连金矿新增金属量 38.45 吨，内蒙三桂口铅锌矿新增铅锌金属量 19.57 万吨，河南昆玉上宫金矿新增金属量 9.52 吨，新疆阿胜的铜矿、福建武平玉阳银多金属矿也取得重要开探成果。二、将铜难甩拖累。将铜海外资产中有一个非常具有的代表性的资产，那就是阿富汗艾纳克铜矿。艾纳克铜矿是世界上第二大以太铭但尚未被开发的特大型铜矿床，以太铭储量1100万吨，储藏价值高达1000亿美元。2008年中冶和将铜联合体中冶将铜艾奈克矿业有限公司获得该项目 100% 矿权及30年的开采权，其中将铜占股 40%。 艾奈克铜矿原计划5年完成项目建设，但8年时间过去了，项目仍未投产。尽管中冶是该项目的老大，但将铜在里面同样难以自拔。另外，将铜参股的北秘鲁铜矿、阿尔巴尼亚铜矿正经历着和阿富汗艾纳克铜矿一样的遭遇，项目停滞不前，使将铜在海外矿山项目上一直受阻。三、铜零有色占成本优势。国内铜冶炼行业的冶炼成本平均水平为2200元每吨，江西铜业桂溪厂的冶炼成本约2200元每吨。铜零有色金龙冶炼厂是中国最先进的铜冶炼厂之一，生产成本低，吨铜冶炼成本1800元。云南铜业由于埃萨炉工艺的优势，公司的冶炼成本近年来大幅下降，目前吨铜冶炼成本约2000元。由此可见，铜零有色在冶炼成本方面具有绝对优势。四、云南铜业仍值期待。云南自身的铜资源储备十分丰富，梁山矿业旗下拉拉铜矿储量80万吨，铜金矿产量约为3万吨，普朗矿探明铜经济资源量92多万吨，其中高级别储量76万吨，预测远景资源量可达300万吨以上。同时有近300吨的金银伴生矿，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掌握的铜资源量很大，未来公司发展值得期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